小巴那个气势，最强的被打成这样，天哪！不要踩线啊！我们来讲战术。哎，战术，小巴。哇！推的正常，打到林思雨的脸了，他现在看起来好像蛮痛苦的。宇宙，宇宙，还好吗？宇宙，宇宙，宇宙，还好吗？医护人员，医护人员，把眼镜取掉，还好吗？被谁打到？小乔吧。对，他那球真的很强。会流鼻血吗？应该是没有，但是一直流鼻，应该是水而已吧，流鼻水而已。血了？没有了，水了。哇！要你打，要你死，背负重担啊！扎扎实实的，真的排队还是厉害的，像个传奇啊！难道第一场就要剃光头吗？真的，因为排队六个人，一个人都没死啊！看小巴那个气势，现在两胜下，第一季真正来的大学长杨奇煜还在场上，还有王品浩，然后金翔也出局了，哦，金翔出局，漂亮！救回队友，救回王品浩，可以救一个队友进场。对，邱胜翊希望可以再次回到场上。刚刚是叶柔中哦，那个大球被王品浩给接到，所以叶柔中了。为什么王品浩啊？王品浩踩线，结果王品浩踩线。现在场上的剩下了，还有棒棒糖组合，雷锋虎、锦娇跟杨奇煜。哇，这个组合也是别开生面啊！对，我用球隔挡，王子闪得好啊！刚刚曹佑宁的球非常的凌厉，但是他巧妙的闪过去。曹佑宁这一球传到本垒去了，太高了！哇，中弹，中弹！曹佑宁进去了耶，杀掉了杨奇煜。最强的被打成这样，天哪！哎呀！第一场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我觉得这个默契跟经验其实还是有差的，真的太虐太虐。五六七八，瑞入入步，瑞强瑞入。一定要先把小乔跟晋伦干出去。我也觉得，他们俩要锁定。对，王子，我们要锁定小乔，他那球太强了啦。小乔、晋伦要先杀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把妮娜推出去，诱饵。本来就是。对，战术啊，对啊。天哪，妮娜一定很害怕。他想说，跟宇宙被打成这样。不是啊，他一定会，他一定会出手，他出手一定要他死，他出去才比较安全。要我会这样，用 Nina 换小乔太划算，太划算了。我们现在是跟自己比啊，我们现在要计时啊，看哪一组死的比较快啊。太快了，这第二组。好，我们来颁发了美式夺命球，获胜的是白队。哎，你们不行这样了，你们太凶了。但是我说真的，还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嗯，好吧。没来，裁判员还没来，所以我们只好先放饭。但范宇还没来，因为现在范宇没来，那个时候他们没想过说那个3-0直落分。宇宙，你的运气好，打脸去接球，不是你在干嘛？那个球一来，我想说。我急，他说要闪，然后我第一秒过来，小高球太快，我想说，哎，我都还没有打到球，我想第一场，我想说还可以 PK， 对啊，我那边帮我留了最好，我要跟小八姐 PK 一下，而且你出去，我看你整个一直在地上，我没有。